熬过冬季，未盼一丝花期，小春风如何执迷，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，泛起了一层涟漪。也许某种藏着某个身影，辗转过多少回忆，哪怕一生为爱颠沛流离，愿随你看云淡风轻。别怪这宿命，这天意，这造化无情，任凭红尘来去，像一场游戏。赌上我自己，一颗心也不可惜，交换我一生所有欢喜。便宜到让你随时起飞，订机票就同城，同城旅行邀你收看梦华录。精选 A 级软质大力梅，统一青梅绿茶，邀您观看梦华录。零糖零脂零卡，我喝元气森林，元气森林邀您观看梦华录。契书上只约好你什么时候付我钱，可没说我什么时候退你钱呀、啊。不满意的话，你就上开封府告我去好了。有当官的做中人又怎么着啊？啊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胆子都小，那个姓赵的被我一吓，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哎，
害我买卖不成，不还他偷情又怎么样？是是是。东家东家，赵娘子上来了。哈哈哈！赵娘子，您这是送钱来了？哟，怎么没看到搬钱的小厮啊？我就等着您后头这600贯，好恭喜您当上望月楼的新东家呢。您说对了，我就是给您送钱的。大相国寺的长生库贴，您要不要？要要，当然要了。哎呀，张娘子真是有手段呐，这么快就找到财源啦！假的啊！赵娘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这是不想出人命就都别叫。买卖做不成，要不然按契约还我那300贯，要不然我们就一起去死！赵娘子，有话好好说嘛哈！你以为女人不敢动真格的是吧？我给你那600贯，是我们姐妹三个人十几年的全部身家，身家都没有了，要命干嘛？我数十下。一，哎，张娘子，有话好好说嘛！啊，三，我给，快去拿钱！张娘子，哎呀，手下留情啊！哎呀，手下留情。他就这么容易把钱给你了？你是怎么从望月楼脱身的？我临走的时候被他吃了一个药，说是教方的秘制漫长散，只要一个月以内他不瞎折腾，我就派人把解药给他。你这招是跟顾，你是故意骗他的啊？这招用得好，对付这种人就得用狠招。你去的时候怎么不叫上我们一块儿？万一你一个人出了事儿怎么办？祸是我闯的，就该由我自己解决。咱们现在虽然要回了300贯，可是茶坊的契书还在当铺压着。我想着把那些首饰字画都卖了，再问杜父子借些钱，赶在明晚之前把茶坊的契书赎回来。杜长风他愿意借我们钱呀？啊，他自己提的。三娘，我想着只要茶坊还在，咱们还能赚钱，就死不了。但是你们还愿意跟我重新再开始吗？哎呀，当然愿意啊。那些字画卖了也就罢了，你那红筛红钗子真舍得啊。它现在在我眼里不过是一件能卖钱的首饰而已。盼儿，其实我还挺舍不得的，留着它在起码还能提醒自己到底有多蠢，被一个男人骗了还不够，还要再信第二个，连你们劝我都不听，还为他开脱。招弟，你可千万不能学我，成天跟你们说这要自立，到头来还是把希望放在男人身上。我谁也不信，我只信你和三娘姐。反正其他的事情我不懂，我只知道你们做什么我就做什么。没错，茶坊生意不好啊，我们就改做饭馆脚店，一样的卖些酒菜和吃食，就凭着你的手腕，我的手艺，招弟的手脚，我们肯定可以东山再起的啊。真卖啊？不卖咱们现在去那干嘛呀？可是我怕盼儿姐后悔。我也怕。三娘姐，你说咱把茶坊改成脚店就真能赚钱？我其实心里也没数，但我看盼儿那样子，我也只能这么说。他是个要强的人，成亲前男人不辞而别这事儿他遇到2回，换我早就跳第二回江了。可他呢，只逼着别人跳楼，眼泪都不会在我面前流一滴。眼下这间店呢，就是他唯一的念想和希望，我们可得帮他撑住了，不然他就真垮了。是，出事以后，他做事说话没有任何区别，只是眼里的光亮，我吓得走了。
那这差役到底是卖不卖啊？这还是我们。这簪子也值不了几贯钱，啊，既然是个念想，就给他们留着吧，差的钱我来补。刚才我们说话你都听到了？听到了一些，主要是我这个眼神不太好嘛，所以我这耳朵自然就比别人灵一些。那你也上这儿来，该不会也是碰巧吧？真是碰巧，我过来也卖点东西。哎，不是别人的啊，是我们家祖上留下来的，我留着也没什么用，我就想着。你是为了帮我们凑钱才上这儿来的吧？杜长风，我们不用你可怜。哎，不是这个意思呀，我是中人，我又没替你们看好那个契书，都怪我。我给你掏心掏肺都可以，这点黄白之物算不得什么的，收下吧，收下吧。哎，不行，真不能要。哎，不，你真不用客气，你收着就行。哎，盼儿也不会让我们收的。哎，你不告诉他，他不会知道的。这肯定不行的。你俩就别客气了，卖首饰的事儿就交给我了啊。哎。最近睡得还好吧？不太好。我也睡得不太好。哎，对了，那赵盼儿去找池衙内，没吃亏吧？盼儿去找过池衙内？啊，他看见什么了？三娘姐居然跟杜长风在一起，那不挺好的吗？杜长风也是个官绅，以后你和你的姐妹们就都要做官人的娘子了。可是那个差役为什么在他手上？难道他们买的酒楼出什么差的？不行，我得去问问。哎，尹章，你先坐下听我说。我知道你担心他们，我会派人去盯着的。不过我们现在不能耽误了去林府赴宴的时辰。林三思掌管天下财政，又有绩效之称，所以一会儿你要在他面前好好表现。若是能像上次在柯相面前一样得到他的称赞，那你的脱籍之事就水到渠成了。我定会全力以赴。你不用这么严肃，林三思啊，生性爽朗，你啊，要多笑一笑，这样才更容易得到他的青睐。嗯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宋娘子，当心。是不是点缀了一下，更好看？哎呀，神助座，好好。神助座，好。宋娘子，你在这等我一下，我去和季相打个招呼，马上就回来。各位娘子好。沈姑姑，好，过奖了，过奖了。给您带了些薄礼，请笑纳。宋娘子已经来了。哎，季相，请稍等。我去叫他。尹章，你怎么跑这儿来了？季相叫你进去呢，走吧。啊，对了，待会儿进去，对他恭敬一点，尊称他为季相，说一些他爱听的话。走。我不会，我给甄宰相也只不过弹个琵琶。更别说贾宰相了。嘘，这话可不能乱说呀。尹章，你知道的，我是这世间最不愿看到你受委屈的人。为了咱们以后，你就忍一忍，就一次，好不好？
吉祥，这位就是宋娘子。林三思万安。快快请起。久闻宋娘子大名，今日一见，果然才貌双绝。季相过奖，妾不过蒲柳之姿，如何能与满园芳菲相比？不过凭着手中的琵琶，了遣心意而已。好，这就是柯相公当日亲笔题字的琵琶。哦，来。正是。果然银钩铁花。不知老夫可也有幸得闻宋娘子轻曲？妾之幸也。请。此曲名为《春莺传》。献丑。玉珠总盘果非凡品。能得季相首肯，宋娘子今后的名声会更上一层楼。这上面不慎沾了尘土，不知何处可有流水能容我清洗一下。请。季相，这是我亲自为您插的鲜花。你的手不是挺干净的吗？银章，别生气了，来擦擦手。
林三思还等着我们回去开宴呢。你刚刚弹得那么好，一下就入了他的耳。你觉得我弹得好？当然。我根本没认真，还弹错了好几个音。这个林三思根本不是你说的什么雅山音律之人，就是个附庸风。放开。银章，有些话我们只能放在心里面，万一这隔墙有耳就麻烦了。你以为我愿意讨好他们吗？我做这些都是希望能够早日替你脱籍呀。银章，只要能够娶了你，纳你为正妻，就算为五斗米折一回腰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就算你不顾自己，你也应该能够理解理解我这一番苦心吧。我们就不要在这个时候闹清高脾气了，啊！我哪闹清高脾气了？你总得让我先去更个衣，再去敷衍吧。你的衣服啊，我已经让小莲放在房间里面了。好好姐，尹章妹子也来了，好久不见。是好久不见。好好姐，你最近怎么都不来教坊了？没空。更何况你现在名动东京，难道还愿意和我合约吗？不跟你合约跟谁？难道就因为官家和宰相几句夸赞，咱们就不用继续研习了？你倒真是个爱月如命的痴人啊。不过很可惜，我以后都没空了。有位官居的官人替我脱了籍，我就要去青州当如夫人了。啊？那你舍得吗？有什么舍不得的？是这身行头，还是那点子外人喝彩的风光？自打和池盘断了以后，我才算真正想清楚，什么杭首花魁、千金一笑，都没有自由自在的平凡日子好。更何况他说了不会娶正室，只让我掌管家务，我有什么怕的？倒是你呀，以后也得灵醒着点儿，别被那个沈如卓给骗了。他不会骗我的，只等一脱籍，我们马上就要成婚了。舒化好吸收，营养不将就，中国专利 LHT 水解技术舒化无乳糖牛奶，邀请您继续观看梦华录。尝尝这个。
有我在呢。这东京啊，每隔三五年，夏天就要刮几场飓风，下几场大雨。钱塘也是如此。哦，倒也忘了，你们离海很近。来，喝杯酒，压压惊。喝多了吧，这个酒有点上头，要不我让人送你去静房休息一下。我想回家。这可是这宴会刚开始不久，咱们要是提前走了，林三思会不高兴的。来，送宋娘子去静房小歇一下。是。这事儿就算成了吗？不知道呀，要不然我守在这儿，你赶紧去通知史郎君。嗯。他说他要帮你脱籍。是啊，我在他家已经住了好些日子了。那今天来林府也是他带你来的？怎么了？之前是池盘不让我说，但现在我也要离开东京了，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。尹章妹子，沈如琢这个人未必对你就是真心，你可千万小心点。沈如琢这人呢，外头都说他是翩翩公子，只有我们教坊里的几个老姐妹才清楚他的为人。他这人吧，在把小娘子拐到手之前，他那可是一片真情，但是要是真成了他的人，没几天他就厌了。沈家虽说也是名门，可传到这一辈已经败落了，他能在清闲衙门上混个肥差，靠的就是八节上风。先前我有两个姐妹，先头都和他千恩万爱的，转头就被他献给了林三思。
不可能，他不会骗我的。我那两个姐妹之前也都觉得他是个好人，但也怪他们自己，是他们自个儿喝醉了不检点，才在人家府上失了身，还觉着是他们对不起那位好婶郎呢。这么久了，你把我哄得团团转，你是不是以为我就是根深在乔木上的兔丝花？除了闹小脾气，还有弹琵琶，其他的就任你摆布。可惜你忘了，我不是那些刚入行的小丫头，我们家三代乐工，去过多少宴席，更别说迷魂药了，就算是鸩酒我都闻得出来。而且我弹了十几年的琵琶，也最知道上好的琴弦有多么坚韧。你要不要试一试？现在知道怕了啊？你忘了吗？我嫁过人，我前夫还在崖州流放呢，都不知道现在是死是活。知错就改，真是个好男人。切结书我已经给你写好了，来，你摁个手印。放心，看在你我之前恩爱过的份上，只要你以后不来找我麻烦，我也不会来找你。哎呀，林三思马上就要过来了吧，不能再耽误了。雨太大了，都先别管这儿了，跟我去码头，都去码头。是。这下，林三思看到了，应该会很开心吧？
没事的，小屋子塌了，地还在，大不了我们重新再来嘛。三娘，你心累了，来不了。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说不出口，我替你说。要不，要不咱们之间茶坊就别数了。我也不用跟杜长风借钱了，就把你要回来的那300贯分一分，该给尹章的给尹章，该给招娣的给招娣，咱们就回钱塘做点小生意，好歹那儿还有一间屋子能住，好不好？好，这能捡不少东西呢，总能换些钱的。我总说自己从不后悔，可这一回，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不该来东京？啊！哎呀，一天天的，就你吃的嘴都干的最少，你给我多拿点。参见人体检，你就是石盘，你就是这么当的码头扛头。平日里让你们务必加固码头，你们全挡着边锋。这下好了，一点的风雨就毁成这样，叫我如何跟上峰交代？体检中病，昨天晚上可不是一点的风雨，还是这是你想干什么？怎么，还敢抗命？别忘了，老子是官，你是民，给我跪下！跪下！跪下！自有恶人磨，啊！士农工商，你见了就是你那做生意的，满肚子男盗女娼，嘿，没一个好东西。我这就带人去取码头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，敢在老子面前碾我？今晚之前要是修不好，明天你就劈头人血！你就算杀了我，我现在修不好码头啊！老子现在就送你上西天！哎哎，饶命！爹，饶命！爹，饶命！爹，饶命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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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饶了我们家，饶了我们家衙内吧！
饶了我们家人，替天饶命。哎，你把我的靴子舔干净了，我就饶你一命。石潘，你这个没种的东西，有本事你伸长了脖子让他砍，看看，不出三日，我敢打赌，他也得去阴曹地府陪你玩。哪来的婆娘在这胡说八道？我胡说？敢问，一个掌管何物的提点，有什么权利在这儿不经审案当街杀人？是不是不把国朝律法放在眼里？他耽误何物，我自然可以治他的罪。所谓码头行头，不过是民间脚行的领袖。码头的清理，河道的修缮，按说都是提点您的职责呀。什么时候轮上咱们老百姓了？池衙内愿意从旁相助，那是他感恩皇恩，报效朝廷。您在这儿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的，是个什么意思呢？说得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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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胆。我就是大胆，反正今天也倒霉透了，我索性就把话说个痛快。您说士农工商最贱的就是商人，那您有本事别喝商人酿的酒，别穿商人犯的衣，也别吃商人运的粮啊。东京城里早就没有了农田，在这站着的除了读书人，多半都是商人。他们在奋力抢救河道的时候你在干什么？他们在拼命重建东京的时候你又在干什么？我看见的不是人，而是你们这些看不起人的心。好，好，说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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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把那两个婆娘给我拿下！孙叔，哎，我看谁敢！熬夜煲剧，喝瓶装喜茶，《梦华录》精彩继续。种萧瑟的模样，似月光落在离人的心上。与江河如何相望？风吹过岁月的熙攘，叹繁华落尽，空余香。角落是几般忧伤。